如果你们认为我到现在的立场 OK 的，你们跟我加一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壮胆，好像我的张大姐给我胆生喝这样，胆生胆生生胆。所以你说我听到什么？我听到很多细节的问题啦。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办法讲拉伊莎谈的是什么。不过我整个觉得，如果我看他的精神状况，有点无辜的样子，不像国会议员呢、啊。觉得其实他应该愤怒的、啊。对不起啊，搞政治本来就是要一等的那种气魄的嘛。你给人家感觉好像你受害、受骗、受，但是不是啊？首先，大家都没有谈回到为什么我不懂。哎，我想问啊，我听那个听证会没有问到说为什么你要讲骗话 ？At the first place， 请问你为什么你要讲骗话？有没有问啊？有问的话，你们告诉我好不好？我好像没有听到。哦，报章也没有追究为什么第一个骗话你要讲出来，这个是不应该讲的骗话，不需要讲的骗话，不必要讲的骗话，但是你讲出来，然后后来你去腾讯的时候，你跟党秘书讲腾讯的时候，你说到你的遭遇，啊，那个是也是，如果毕丹心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哦，麻木的最好了，你的遭遇是你的遭遇，你国会里面不可以讲骗话，我必须要揭发你，就没事了。啊、哦，先讲这个个人的遭遇，我没有怀疑他的遭遇啊。我觉得这个遭遇就是拖慢了共产党的行为和行动，这也是张大哥一来很同情的，因为哎，女人这种遭遇，开玩笑啊！如果是我的孩子，如果是我的另一半，我会疯的、啊，拿刀砍人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知道对方是谁，我们将心比心嘛，一个人。年轻过遭遇到这种东西，所以我一直有一条线，就是他造成他心理上的问题。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他心理上是有很大的问题的。你看他在听证会那种目光啊，很无神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愤怒根本已经来到好像很累一样了。所以他面对的是我不知道了。所以这个听证会，我不懂他达到什么目的了，他知道不知道他这样的目的是最后是对不起了，也是真的很严重了。整个党可能真的是哦，接下来可能会整个选区重选的话、补选的话，或者是下一届选举的话，完全没有办法招架，也包括影响其他的选区啦、阿育尼啦，因为那个必担心三个领导层都在阿育尼选区嘛，啊，也或许还不会影响到后港了。他难道不懂吗？所以轻跟重、私跟公之间，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，他没有拿捏，这是我个人直接觉得他没有拿捏。那我不怪他了，因为他本来就不曾说他做什么举动就已经不需要讲。但是我还是回到第一句，为什么你要讲一个你不必讲的偏话呢？不需要讲，不必讲，不应该讲，你根本不必讲偏话，你还是能够问证的。不是你问什么东西你就是必须是受害者，不是你问什么东西都要你去制造一种现场，不必啊。多少性侵的少女妇人在新加坡的这个隔案当中，总是有一些对警方的处理感到不满意的，你可以提出来啊。你可以陈述其他的国家有这种事情，我们新加坡会吗？有数据的，你可以提啊，你可以问啊，你反问啊，你问啊，到底有没有这种数据？报案报了一半不愿意继续进行的受性侵的个案有多少？你问律政部长，他可以回，他必须回答你啊。然后你还可以问啊，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发生？你根本不必讲，你不必骗那个故事说你做这件事嘛。哎，张大哥这种懂的啦，谁都懂的，不是普通 IQ 的人都觉得没有理由。你这个偏话真的，你必须要解决说你为什么要讲这个偏话哦，因为这个偏话就可以引发后面的东西了。
哦，这个还是要抽丝剥茧啊，是吧？抽丝什么？所以啊，张大哥还是觉得说，我听到的是这样了。当然，如果我错哦，到从头到尾真的他讲的都是事实啦，哇，工人党不对啦，秘书长不对啦，领导层不对啦，他们都是这三个人是大恶人啦，做坏事啦，啊，连党员都很生气啦。OK 咯，没办法咯，那就完了咯，不然怎样？也不会完啦。当年刘成强跟惹耶勒南闹到整个党，让他惹耶勒南离开，还建立一个革新党，他还革新呢。你看也没有完了，工人党越来越茁壮成长，在刘成强先生的带领之下。哦，可能这件事情真的最坏，工人党输了阿玉尼了，再输深港啊，后港留下来好不好？工人党还在啊，没办法嘛，你做错你就要付出代价吗？要怎样？我们不认输啊，做错就要认输啦。如果网友们所讲，哎，影响王那个老百姓很厉害，那就要叫他们听张大哥直播了，比较公正了。就是这样嘛，不然要怎样？解析啦。当然，你问我担心什么？工人党可能内部有问题啦，要去解决啦，解决他啦，一定要解决他嘛。内部男女谁没问题？我都跟你讲了，张大哥的 philosophy， 五个人啊，做工啊，就分三四派啊。我的办公室政治里面，五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做工，可以分三派到四派人呢，没有意见。嗯，我跟我老婆几十年都不吵多少次架，没有意见，好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他很生气，我每次骂他一句话的，对不对？你别再被我骂，但他也是每次给我脸色看，你看多么可怜。人生都是有吵架的、骂架的啦。大家也不要太很紧张，因为政治让你好像看一场足球赛，你知道现在要输了，感觉就。哎，翁师傅，你今天很兴奋，来跟我讲到台湾的事情。OK， 我看看网友们想什么。哎，我要轻松一点了。哇，我网友们很，我他妈讲很多嘞。OK，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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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好啊，我没有叫大家来来来，然后卖东西。啊 ，no， 有时 OK， 谢谢你。哎呀，谢啊，可以上网上哦。96了，19不是91，96了。39，现在按赞，我不能也讲什么。刚才19人要现场107个在直播间哦，现在135了，谢谢。哦，你们看不到顶哦，因为我忘了放，我现在也不可能去。我现在可以去解决了，其实我可以解决，我现在去弄一下，给我一点时间，可以，我可以弄，我忘了我可以弄，没有影响我这个，我去弄一下，让你们看到那个顶有多少人。对不起啦，我一个人做工吗？我又没有助理秘书，张大姐只是陪我讲 hello 这样，她也不是我的小编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哦，应该看得到了 ，OK， 看得到了，应该你们应该看得到了。哦，来了，看多少人呢？OK。等下啊，给我一点时间啊。看得到吗？42个人按赞啊，看到了啊，谢谢大家。哇，等下啊，哇，很多人写我也要。党生 OK， 拉登是博士生，等一下他根本没有 OK， 等一下啊，哇 OK， 张大哥好介绍，猪排便当7.5块，紫菜蛋花汤1块，五只小熊台湾小吃，要不来让你真的去吃啊，哎呀好吃哦，要来让说张大哥谢谢你，真的很好吃，我第一次吃台湾餐馆的美食，又经济又实惠啊，打广告啊，赶快去五个小虫啊，在巴亚雷巴摸是吗？啊，太太啊，摸是吗？听起来很像政府的啊，什么听起来很像政府的、啊、不懂、啊、这对拉伊莎和工人党伤害非常大，要不来烂 OK， 走投无路应该被高人请起喝咖啡，叫他说话，
个人看法 ，OK 啦 ，Danny 不用担心啊 ，OK， 他根本没有做足议员的水准，不知道当时他为何要参加竞选，他的思维逻辑有问题 ，Carrie Stan， 我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你的话，但是我还是很佩服他照顾那些特殊团体了，但是他已经失去了那种被那些妇女团体能够接受了，他应该在这个圈子很难做。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啊，他毕竟还是有支持者了。他毕竟还是有支持者哦，对他的那个支持了。所以每个人都有支持者嘛，就好像张大哥这样，没有水准也有几千个人愿意听我讲嘛，对吗？哦，所以老王说不相信拉伊莎的供词，他能在国会撒三次谎，为何不会再撒谎？这个也是有意思了。我看他是对工人党所提议，如果他不辞职，党就会啊，他对工人党在意，他们成立纪律委员会，如果他不辞职，党会开除他，他可能很在意了。他这个是很特别了，其实。心照不宣嘛，如果有一天我曾经在我们做公务员的也好，在办公室的 politiker 里面，如果老板跟你讲，哎，你表现不好，我们不可以留你了，但是我不要开除你了，哦，你自动请辞啦，你自己辞职不干啦，或许你辞职不干，你要我给你一个表现履历，我还可以给你一张啦，写到你没有犯错之前的东西我都写你很好，那以后你也可以找下一份工作。有些时候是老板跟员工这样讲，所以他是 forced to resign 啦。有时候 resign 的原因也是很特别的，不是因为你做的不好，是因为一些名 conflict of interest 也好，然后大众的观感对你有意见，你应该辞职。大众的观感呢，你应该辞职的。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大众观感的嘛，哦，好像那种不仁不义不孝不什么的事情，应该是也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大众的观感。整天在荧幕上乱乱飙粗话这样，也是大众的观感嘛。然后没有人。不，最近不懂，好像没有，不放一边，放一边，没有空谈那个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很多东西你也不明白了，你不相信他，也是你不相信了。你问我相信不相信，我现在还必须保持中立先了。对，为何他要讲偏话，脑筋有问题 ？OK， 翁西歪告诉我们，拉登是博士生，以前在帮助李立年。简单来说，有人就有江湖啊。半夜才上载到 YouTube， 我建议看 mini 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建议看 mini， 那些 mini 不可以看，因为有些 mini 他们都不公开先。哦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看我一直搓手啊，是因为我很怕我的手指僵硬啊，打字打太多还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个人的习惯，不要尽量不要让你们看到我搓手。OK， 一定有你相信新加坡的报道。是新加坡报道有些还好了，他们也没有不可能把整个英文翻译过来变成华文报嘛，哦，这一点是我们做读华校生比较吃亏的啦。如果你会看英文，现在很简单的，我听、哦，然后有人，我有听到那些人的 comment 啊，哎呀，那些讲英文的人的 comment 也是说啦，里面他们很厉害吗？也没有啦，有些也是很情绪化，现在很多人是很情绪化，有些是很觉得有阴谋论啦、无间道啦，什么都有啦。现在评论的人，有人认为是无间道啦、阴谋论啦，加上张大哥也讲，哇，迫不及待这样啦，哇，我可以这样讲嘛，没有错嘛，我没有说什么嘛，然后姚来兰说，希望能消灭冠状病毒，防止新变病毒，也非常积极。德尔塔病毒不小心扩散人心，惊胆战毛孔悚然中的人向我心有阴影，看到人咳嗽赶快走开，嘉义。我要来他突然之间又把疫情讲出来，对不起啊，今天晚上暂时也不谈疫情了。
哦 ，OK， 补充一点疫情啊，那个什么龙啊，哎呦是啊，那个奥密龙啊，那个新病毒南非的哦，传播力50倍哦，5倍还是50倍？小心啊，中了哈、啊、不一定不会严重的症状啊，还数据还没有完全出来哦。哦，不要以为外面说讲，哦要不要民间啊，这事业比到未害死人，未使你讲啊。所以，哦，世卫组织是说，最保险就是打追加剂了。如果老人家了，像我们这种年纪，所以追加剂还是要大家去打的。哦，我必须讲这种话，我还是相信这个，不要开玩笑，因为它传播很容易，所以很容易中嘛。哦 ，Jason Jack 说：“张大哥一党独大，知道吗？你应该知道，我哪里不懂？哎呦，你看我过去的言论，从前到现在，我最反对一党专政，啊、哦，因为一党专政如果做得好不要紧啊，庸政的话就麻烦了。其实是这样嘛，有多少一党专政会好的？有啦，哦，就好像那个康熙皇帝一党专政嘛，一王专政的时候好了，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嘛。”罗马帝国也是嘛，对不对？也是，只是一个人是很麻烦的啦。但是新加坡不是啊，他们讲他们是集体啊 ，4G 啊，讲是这样讲啦，我们就要听咯，就是这样咯。Beatrice Sim， 谢谢你加一 ，Alan Lim 加一，丹金穗加一，哦，谢谢你们加一。我们这样跟台湾的贾博士跟1450的内都是九牛一毛，是啦，我知道 on CY， 但是你不要我讲，我在这里讲。只是一些人都已经丢势头给我了，如果我在台湾讲啊，我整个 YouTube 没有掉嘞，不可以啊，我没玩不起啊，在台湾我真的玩不起，我试过一次，我怕，我真的怕，我何必？坦白讲，我是国民党的后代的后裔的后裔的后代，但是我不是国民党，我自己不是嘛，我是国民党的后代的后裔的后裔的后代，但是我不是国民党，我不是现任国民党员，我不是台湾人。我爱中华民国，我爱台湾，但是我不是台湾人，我何必去惹到那边？那边是无情无义的，所以那边1450真的是很厉害了。哦，我们是九牛一毛了，你说的对了。不过这也是工人党面对的好久没有的面对的一个大的内斗了。反正一个党他要茁壮成长的，他一定有很多问题的，一定有很多问题啊！这个我也不觉得奇怪了。哦，有一个 Hot Sky Group 啊，他有一些言论啊，结果被隐藏啊，我也不认为是值可以写了，不要这样讲别人了、啊，或许是啦、啊，但是不能够了，不能够这样批评拉伊莎了，所以我还是隐藏了、啊，对不起啊，你我们这边言论要很小心啊，我们也要负责任，因为你没有，我们只是说他。感觉到他有忧郁症了、啊，这个是肯定的嘛？因为他曾经受侵嘛，所以我们这样的推论是可以，但是不可以研发到那个。OK， 本地有位律师指出，在同一听证会的回应就出现三个版本，在同一个听证会，他的回应就出现三个版本，所以再看哦，那个陈。后港议员陈立峰啊，他也是听证会，他也有叫他 clarify 一个 screenshot 里面的一些内容啊，所以他是代表听证会啦，他不是代表工人党啊、哦。那工人党当然也在做功课啦，因为都是律师嘛，林立莲是律师，哦，毕丹心也是律师，当然也不是因为律师的原因啊，他们总是会去处理啦。老王这位拉伊是代表年轻的一代，这样下去谁会相信年轻的国会议员？我觉得毕三金做的对，比如小孩子在学校犯了错，是不是父母要带小孩子来学校道歉呢？还是应该让孩子自己承认错而面对学校的处罚呢？是啊，我也没有认为毕三金，到如果从这件事这样看，还没有看出毕三金不对。问题是三个月的过程你拖这么久，当然有那个原因，也是张大哥一直看到了。如果说是盲点就盲点哦，是因为他本身的遭遇。使到拖慢了、哦、
然后他有一个月是生病的，人家有病在家里，哪里可以去？所以真正是八月的那一个讲骗话，九月病，十月是那个最恐怖的在讲骗话。那为什么他要在讲骗话？他说是现在问题也是这里，他说是他们让他讲骗话啊。十月关键，然后十一月他向国会坦诚，主要是三个时间点，八月的事情演变，然后十月的事情演变到十一月。那工人党领导层为什么拖那么久，那我就不懂。那专家也是讲啊，他可以这个他可以那个啊、哦、就是说工人党的秘书长可以这个那个，但是他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，他等他解析啦，好不好？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不知道嘛，现在只是一边的，另外一边还没有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那我就说了，哇，迫不及待，半夜三更就把 YouTube po 上去，也太过急了一点了。有些东西啊，我是觉得不要太过急啊，哇，哦，我不是说有两个领导跟他的老婆这样，哇，两个很开心啊，结果好像拿掉了嘞，没有，应该有人讲，哇，原来胡死了，外面人讲胡死了，胡死了，哇，歹算了。因为村里面不相信我，我说会补选，很有可能补选的，在真的很有可能的。讲到最后没办法的时候，只有补选嘛，让人民选择嘛，不然要怎样？人民选择说，人民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当成他们唯一的，他们还说他们三个没有错啊，我们还是要选他们三个，你也没办法嘛。那是工人党的领导层要去应付他们的问题吗？党还是在啊，还有其他的候选人啊，还有其他人也可以，哎，没有说党主席一定要再任的嘞，国会议员呢，如果再任，严彦松也不错啊，哦，对不对？费沙也不错，哎，费沙不可以，费沙是领导层，除了陈立峰也不错啊，后港的他可以做党主席啊，比如这样讲啦，不对啦，不然你简单啦，生意影响做错知错能改吗？不能够知错能改咩？行动党也错过啊，跟人民道歉啊，对不起，这样也是有啊，而且那个错更大，整个国家啊，错，没有什么啦，不要把政治搞到好像，你们一定要 steady 的嘛，大家错不就改咯，哦，你的孩子错，你要判他十八层地狱啊，是你孩子，你要疼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是支持在野，我们的信念一样吗？难道因为他们错就不可以有在野党了吗？没有必担心，没有林内连，没有飞沙，比如啦，没有其他人吗？还有李一莲啊，刘成昌也可以回来啊，如果他身体好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。你们一定要这样想法，才过了开心，不然你们这几天会一直不开心的。我就是已经几天不开心了，我想通了，要想通，本来啊。人生你这个东西的，他要把谎言带进坟墓哦，你和我不要把他们的这些问题带进坟墓了。我们坟墓不带这种，我们不带遗憾，我们不带难过，我们去坟墓带我们回忆，我们美好的回忆。当大哥不只要带进坟墓哦，我还要走向一个永恒的，所以不必，所以有些人不了解我了。好，慢慢来。张大哥，如果是你自己的频道，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几个人倒赞，我们一般网友只能看到多少赞，看不到 dislike。 YT 为了鼓励新的 YouTube 的感受，已经改了 policy， 因为看几秒就按倒赞的人太多了。哦，不懂啊，我也不懂倒赞在哪里嘞，我看不到嘞，奇怪了，为什么啊？我在找了，没有，你们看到赞，现在有53个赞，不要紧，谢谢你们，莉莉，谢谢你，嘉义，工人党还有大结束还没有 ，Only One， 你可以再讲吗？好，等一下啊，大伊莎叫他自己问自己，当初为何要讲偏话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要不然就是他的思维模式有问题，不懂得思考 ，Kristan， 啊，花丹，晚上好 ，Only One 说，哎呀。贾博士可以做总统，比曾博士更厉害的，真的服了他，胆大妄为。贾博士没有戏唱，英国已经宣判他没有口试记录了，但是他也不会倒啊。
凯利山说，我是认为党有党规，八月三日一发现他讲偏话就应该严肃认真的处理。是党有党规，问题就是盲点啊，我都跟你讲了，因为他的如果他有那个遭遇哦，你又直接逼死他，问题是他导演他为什么九月 MC 了，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了哦，大家明白吗？九月真的生病不能够出席，所以问题很多啦，我们慢慢再看下去好不好。张大哥，经过冠病的洗礼和病毒共存，在党最低支票应该是提高，在野党的最低支持票应该是提高，是啦。看到共产党事件我很不开心，我很担心啊。三岛云的不用担心，从你现在进来哦，八点五十一分，我八点就讲了，你从前面看到完，然后看我前面的影片，云的你就不会担心，不会伤心，好不好？双喜资料，张大哥，我已经按赞，因为你是一个忠诚的支持者，谢谢你。因为你啦，不是我啦，你是忠诚支持我的人啦，谢谢啦。我也是支持在野啦，因为我比较大风大浪已经看过了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了。我觉得你们不要不开心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疫情不开心了，人家莱兰所说的是真的。我们不要以为网民跟网友有些人他们也不一定是因为这样，他们因为也很多疑点嘛，我都一直讲了，我不可以讲明啊，有些东西对不对？我不讲明是因为还没有水落石出，就等他水落石出。如果水落不石出，就是让人民选择嘛，真的要补选要补选啊。所以我在前面几个影片我都讲了，一定不会这样就算了，一定横打猛追嘛，一直追到你要追到下一个大选啊，是我说信了了，是吗？失去了不是再拿过咯，榜个东也失去过啊，得到又失去，还不是拿回来？盛坎真的失去，你要知道网友选民们也在看其他三个候选人做的，不，国会议员做的怎样嘛，没有包输的，没有包倒的，这个世界，这个不是世界末日，当然是很重要很高的标准，讲不可以讲骗话，当然了，讲了就改咯。我讲一句不好听啊，又不是杀人放火，对不对？现在国会里面一个国会议员杀另外一个国会议员的，那是严重嘛，不是杀人放火，民主政治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喜弟兄讲，哇，你们这样一个骗话就这样大事情哦，你们真的很高标准。台湾讲骗话好像不待机，讲完就算了，过了就算了。哦，有一个行政院，现在行政院长他曾经说，在神明面前我不会讲骗话，结果他的骗话一直讲。所以啊。真正应该说撒谎皇后啊，真正应该说五倍哦，那个 OK 那个病毒，南非病毒，米妮已经公开了，哦，听证会以6-1决定公开啊，米妮，哦，好，哎，先给我，我可以看一下 ，sorry 啊，早就看米妮了，我这么辛苦听他们讲话很累，哎，我看很多米妮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到最后。我从前写东西一直看的，迷你，开会也是一大堆迷你，哇 ，agenda， 我写，我累啊 ，remark，agenda， 哇，please， 复议提议，我开会用的灯我已经，我要解脱啦。杰森在新加坡，唯一特别的国家 ，OK， 张大哥你说的对，工人党里面出现问题，不通出现的问题。出现的问题了，对了，要拉整个党下水啊！丹威觉得，有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谎话，然后再继续骗更多的谎话。有一个网友说，他说，他最后他自己是那条虫吗？不懂什么意思啊？政党就是很希望今天可以补选，哎呀，就是了，补选了呀，不选，大结束就是那件事，拖了10年的官司。哦，恭喜喂，看门道，对，那件事还没有解决的。哦，那件事也牵涉到这三个领导层呢，哇，厉害，有够力哦。哇，如果这三个领导层出现，只剩下两个人了呀。
哦，就是像那个严彦松跟那另外一个什么名啊，费绍尔是吧？哇，就要补选，哇，两个补选的，不是一个补选的，两个一个大的补选，一个两个集选去补选的，哇，共产党只有后港那边鳌杠啊，凤飞燕，不是凤飞燕，燕飞来啊，燕飞那个咖啡店那边，哦。